你帮我打个电话啊，老公。喂，兰姐，我是清月，先问有没有联系上顶泰他们。清月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别着急啊。顶天和梁红玉啊，昨天被派出所里关起来了。像我现在已经去救他们了，没什么大事儿，也不是男女的事儿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喂，谢谢，这次给您添麻烦了，真的感谢感谢。回去告诉你们陈总，以后就不要这样了。好嘞，一定一定。是个意外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好，一定，谢谢你，所长。那我们走了，不客气。好好好。同时里有积液，乐观一些看呢，这些积液啊难吸收，但反复多次后，积液中的矿物质会沉积下来，可能是听小骨发生粘连硬化。血液供应不良，听骨裂活动受阻，逐渐发展为坏死断裂。你女儿可能耳聋啊，这是渗出性肿耳炎引起的，耽误。要是早些时候发现，龙岗区和宝安区的店也被砸了，这完全是有预谋、有组织的破坏活动。对啊，我昨天到那个龙岗区分店一看，所有柜台全部被砸烂了。那帮人真的特别野蛮，我怎么劝都劝不住。该回公司了。没什么，还是先回家吧。我们先回到公司里头。对，还是先回家吧。刚才阮店来电话说，现在打电话到处找你呢，很着急。走吧，我先送你。回来了，这脸怎么了？你这一晚上，你上哪儿去了你？清月呢？这一大早带着孩子上医院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去哪家医院？好像是儿童医院吧。饿了是不是？啊，婉玉。哎呦，我饿了，真的是。我女儿聋了。啊？我女儿两只耳朵都聋了，医生已经确认了，渗出性中耳炎，恢复听力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这么严重吗？你的心里只有你的无穷大，只有你的城市，只有你能让人恶心的保健品。
根本就没有碗了。你先别着急，你让我看看女儿，我们可以再找。完了，对吧？医生说已经耽误了。那是儿童医院的医生，我们找北京的医院医生，上海的医院医生。我女儿才多大，去撞的是耳膜穿刺。撞的全扎进我们的耳朵里，他把嗓子都哭哑。我觉得那一刻我是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人帮我。女儿又哭又叫的那一次，我一定恨死你了。干嘛呢？你事情很不错了，这事我做错了，好吗，秦牧？走开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给我找到最好的儿科专家。我找你干嘛呀？是大的儿子。秦月，别这样好吗？啊，别这样好吗？我已经决定了。他在哭，他生着病，你去哪儿住？你再去哪儿住？这样，我走，你留下来。跟孩子说说，离婚的事情我们先放一放，好吗？先给孩子治病。我住办公室，我现在就走。点点儿啊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走了，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不知道。哎呦，点儿啊，你赶快去找找他吧，这怎么办呢？这。你看嘞，你这房子是有点简陋，地段有点偏。哦。不过呢还好，家具比较齐全，这里还有冰箱啊、厨房啊。卧室在哪？卧室在这里。哦，好。咋的也方便。先生，麻烦租金能不能再便宜点？大姐，在深圳这地方，租金已经是便宜的了。要不您出去打听，看看还有谁比我们这个便宜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就咱们娘俩过日子了。妈，对不起你，
兰，哎呦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把妈急死了。妈，我想跟你爹说句话。那你等着啊。哎，你听。客气点啊。知道了。心月，我们能不能谈谈？没什么好谈的。孩子呢？我都没遇到过。很多方面是我做的。我忽略了你和孩子，孩子现在还生着病，我们俩的事情能不能都放一放？对不起，孩子，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有一个平静的家，每天回家。可是普通人都有的好日子，我却偏偏得。就算我们曾经那么相爱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根本就不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。一定误会，争吵和解，再误会，再争吵。这些年来，这一切就像一根刺，越扎越深，跟肉长在一起，拔不出来了。都会被消磨光。我是为了你才考进北京的，我找遍了北京每一所大学，我参加过每一所大学的每一场舞会，知道吗？在人民大学的舞会上，我见到你，你知道我的心情多么的兴奋和幸福。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都过来了，为什么这次是过不去的？啊，心中那颗刺，只要你想拔出来，一定会拔出来的，不是吗？多少个夜晚，我就是凭借着这些美好回忆，往一个又一个带着孩子离开你的念头。我没缘咱们俩就这么两清了。
你先回办公室，那个文件待会我来签。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都两天了，该不会出人命吧？不行，把门踹开吧。算了，你跟安子待会。 阿姨，还在里面呢。啊！你把自己关在这儿，这把婚离了也不能不吃饭吧？啊，起来吃饭。 你还准备让我喂你呀？啊！这公司散了，你可以再娶一个。要是家散了，你就再也找不到像清月这么好的媳妇儿了，知道吗？啊！ 你多好的一个孩子，就生生的让你给气走了。又不是我要跟他离婚，对，不是你要离的，可是你把他逼走的，不是吗？我求他不要离婚，我求了。你真心求过他吗？啊？你求过他吗？对，你是个有主见的孩子，这么多年都是你一个人，什么事儿都自己说了算。 可是你跟清月离婚这事儿，你简直是糊涂到顶了！你行了，你回去了啊。你不用撵我。
我肯定回去，我回湖南老家去。没说让你回老家。你不让我回，我也回。是没想到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都说不得。我看，清月跟你离得对，离得好。你呀、啊，一个人活该。小子，梁总，还挺清闲吧？怎么着，把这家拆散了，心里舒坦了是吧？下家轮着谁了？这不是你三月的地方，少来这套啊！我不是王天月。梁红玉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是冉京。王清月脾气好，我可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陈天天离开了王清月，你就能得手。有我冉京在，你休想！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像你这样自以为是的傻瓜，就不会有这些悲剧发生了。干什么呢？别走！你让他出来！还嫌不够乱吗？好不要脸的！我告诉你，你王金人，他还是王金人朋友。你叫我办的事儿啊，我全给做了。吴京大的案子下周就开庭了。局里办事怎么地了？放心，下周开不了庭。我就爱听你这话。妥了。哎呀，这官司我还不轻易结了。我得像熬鹰一样慢慢的熬，哎，我一点一点熬的陈顶天，我熬得他焦头烂额，屁滚尿流，这把让他爬下，这辈子都不让他爬起来了。行，起来。舅，冯总，有个新闻。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陈顶天和他老婆离婚了。什么？离婚了？不可能。真的，这件事儿已经传开了。人家的事瞎打的什么玩意儿？他们两个都离了，那这世上还有什么海誓山盟、天长地久啊？都他娘的扯淡！是不是咱们整太忙了，人家都整散了？哎呀，这叫报应！放着宽大的阳光道他不走，非要把我们都推下水，一个人走那独木桥，这他妈就叫活该！过来，冯总，有什么吩咐？陈顶天是你能下嘴的吗？就说的对，给给我读的，我读的。孩子不懂事。心里去啊。你看。
公司遇到这种困难，下有小，更希望能让员工理解和支持。干了，干了，实在是员工啊，上班啊，下有小，这一定都不下去，你要受压力。想走就走吧，没关系。陈总，我不会走的，我誓死与公司共存亡。陈总，我支持你。陈总，我也支持你。陈总，我们支持你。陈总，我们支持你。陈总，我们相信你。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记住今天。投入的广告经费几乎都打了水漂，一些经销商还趁火打劫，赖着我们的账不还，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公司真的支撑不住了。宋老师那边怎么样？两个月没发工资了。胡闹！不是说了吗？不管怎么样，要保证中文平台的研发经费。公司账上不到500万了，这个钱不能动。这两个月的公司奖金经费全给补齐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什么？请进。钱律师。啊，陈总。哎，钱律师。陈董事长。哎，请坐。怎么样情况？我有个重要信息要告诉你。据我调查，周子龙在此之前已经是一个肝癌晚期患者。怪不得呢，他敢以死来敲诈我们，这可以完全作为重要证据向法庭陈述。可是他和口服液死与肝癌晚期之间，从法律上讲没有必然的联系。眼前最关键的是，抓紧时间拿出证据，证明吴琼大的口服液是没有质量问题的，是喝不死人的。可现在。周子龙妻子突然生病了，申请延期开庭。生病？什么病？什么病？诈病。可人家有医院的证明，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太他妈毒了！我们就是不能拖。可不是，拖就能把我们拖死。这场官司其实并不难打，周子龙死只是个案，他那儿的那些鉴定结果我们也能出。完全可以一条条驳，条条都能驳倒，条条都能推翻，只要一上法庭，黑白分明。就是不能拖啊，他拖得起，我们拖不起。官司一天不打，我们就一天不能挽回自己的声誉，真他妈恶！你是王清月吗？啊，是。请进。好，你好，王清月是吗？是，人大新闻系的。他妈妈在里面呢。你看哭成这样，请给我这份工作，
我需要这个东西。这孩子是你的吗？是。你回吧，也不用等消息了。下个月能出来吗？这个恐怕还是有点难度。你他妈给我滚蛋！这都知道，烟这东西啊有害，可为什么还要去吸呢？因为压力。嗯，烟来一根。哎哇！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抽过一段时间，之后再也没抽。老师，刚才我有点过火，您别介意啊。其实啊，我比你还着急。我知道公司现在陷入了困境，你正在想方设法的保持咱们研发部门的稳定，这就很不容易啊。那这日子真是焦头烂额。保健品那边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，走一波算一波。现在全部的希望都在操作系统上。哦，你这么一说。我们都有压力，操作系统是知道的，不完善是不能推行市场的。我们不能用未完成品去欺骗用户啊。你和清月，我们离婚吧。哦，遗憾。不过我也理解。好了，你去忙你的去吧。林小明那边呢，我就跟他说。事情是做不完的，说了我先走了。好，还是拜托你。清月，林峰，你好。你好。忙吗？你不在我能不忙吗？来找你又是想让你帮我忙的。瞧你这话说的太客气了。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找我帮什么忙啊？啊，我想请你帮我开份证明。证明什么？电台要招聘播音员，我想去应聘。那是好事儿啊，你的嗓音水平在地方台干主持人绰绰有余，还用得着我帮忙吗？我毕竟不是播音系毕业的，想应聘主持人还是困难挺大的。栏目我特别喜欢，是做心理咨询的。我就想，我之前不是在你们报社做过一段时间义工吗？你们能不能帮我开份证明？证明你是优秀的心理咨询员。我想，如果有了这份证明的话，可能把握性会大一点。嗯，我问句多嘴的话啊，你怎么现在又有空出来工作了？我得赚钱养活自己啊。那你和陈景天？我离婚了。没事儿。如果开证明很麻烦的话。那就不用了，我可以再找别的工作。啊，不麻烦不麻烦，放心吧，证明这事儿呢包在我身上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住哪儿啊？等证明开好了我给你送过去。不用，证明开好了你通知我，我自己来取就好了。谢谢你啊。
你们怎么来了？把我带娃看病去了。我好心愿啊！快快快快！你说什么？不不不不不！你快看，你快看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啊，看看你，挺好的吧？啊，快进屋，快进屋，来，快快快！既然你跟他没什么关系了，咱们一家人就可以回北京了。孩子病了，到北京去看看，能看好，再找找人。你现在不管深圳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？必须去这里找回我自己。我想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一个人也可以在这里活得好好的。我对其他人一样好。要不我把孩子带回北京吧，让调解好。清月，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在这个鬼地方待下去。怎么这么任性？爸，我是一个大人了，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也有我自己的自尊，请你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好吗？你还怎么为你想？是你叔叔说收拾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家不像个家，业不像个业。你收拾收拾，跟我回北京。咱们来的时候说好了，你不发火不发火，你怎么又犯了？要这样你就走，我留下。哎，你真走啊？我出去溜达溜达还不行啊？来来来，热烈庆祝！终于击垮了吴兄的，干杯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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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上，兄弟，臣顶天都快顶不住了，你咋不乐啊你？延期开庭不等于永远不开庭。剩了那怎么地呀？你看他家那口服液还有人要吗？别忘了，他吴琼大不只是口服液，还有他的吴琼大中文视窗系统。一旦这个系统出来了，他又生了火。生啥呀？啥子生火了？我这么跟你说，他吴琼大的麻烦可厚着呢。我跟你说，您请等看吧。什么麻烦？